公投是人民的权利，公投不是政党对决，公投是执政党与民意对决。中天推出唯一公投大辩论民意大平台，12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，您是否同意核四起工商转发电？同意方李敏、刘彦礼，不同意方蔡壁如、蔡中岳。民调最拉锯的一场公投，双方在中天直球对决，线上观众即时投票，反映最真实民意。请锁定 YouTube 中天电视、中天新闻全程直播。